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玩我们的世界二魔物狩猎。那么呢，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打这个杀戮的狂魔。那这款游戏玩到后面，我真的希望它可以快点进入，就是比较着重于难一点的部分哦，因为上一集在玩的时候，前面这三只打起来觉得感觉弱弱的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有点。该怎么说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有一点棘手的感觉哦。目前比较没有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来，我们持续打看看。哦，这看起来就像是屠夫。我要吃肉，肉好，人肉更好。我能跟着屠夫来着吧？哦呦，哎呦，攻击啊！他打哪里啊？大哥，你打哪里？我闪。哎、欸，他攻击其实真的很像屠夫哎、欸。啊，长得像什么屠夫，我就不好意思说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各位自己自由心证。啊，不过这个扑倒我是没看过啦。哦、啊，感觉就很像是一般的魔物扑倒那种感觉。哦、啊，你看他那把武器有没有像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哦、啊，有没有像是一把拿的，然后之后？攻击的时候会有那个屠夫的叫声的那把武器啊，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在说什么、啊？不好说，不好说啦，不好说啦，砍！哎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，哎呦，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什么难度可言。还是觉得普普通通，没关系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嗨嗨，我都可以站桩硬 A 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招比较痛哎、欸，这招又被他晕了啊！我知道为什么会晕了，我的耐力值啊，那个气力值没了哦，就是蓝色那一条没了。我就会晕倒，没有体力。好，我赢了，结束了。我被屠夫压死了，胜利！哦，升级了，下一关。哇，这么钢铁追击者，不朽的雄霸之心，继续下一个千年。这么个大眼睛啊！查看英雄装备。进阶技能，通通都不能点，还没有开放。这款游戏到底出多久了？我很好奇。哇，啊，怎么跟之前的好像哦？只是换个皮肤而已啊。Oh my god， 这只更大只，这只更扯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撑住，我撑得住的。硬 A 可以了，翻滚，翻滚流，我擦，连击，行，砍砍砍，哇，咬我300多，哇的尾巴，再劈一次，击倒你。这只跟之前那只霸王龙好像哦，会不会到后面都长差不多啊？这是我有点担心的部分呢。靠呀，尾巴，哎，开始有点难了，感觉出来开始难度有点提升了。劈，哎，有劈到吗？回点体。回下，回下，回下！哎呀，冲嘞哈！回下，哎下，哎下！翻，来一击啊！居然没有击倒，没击倒！啊，完了，没打到，他要冲刺了，待在这个位置。哦，部位破坏哦，
有哦，他的嘴巴被我破坏掉了，很可以。完了，我晕了，又没有体力了。No， 我快死了。哎呀，结束。哇，胜利！哎，新英雄加入。哇，妹子，哇，前面这个，很陡很陡，很可以。啊，让我选一个吗？还是说这两个都可以进来用？可以选呢。控制。哦，我已经二星了、哦。哇，一星任务全部打完了。你们帝国守护者是这一只，然后最后一个，哇，这个一个星星任务章节是五只，是不是？好哦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悬赏目标发现，我可以直接先打个悬赏吗？我们打个悬赏看看好了，好好奇啊！这是在打什么悬赏任务啊？哎，他们会自己动哎、欸！哎，我现在换这个女生了，是不是？近战战士，哦，这些人是悬赏啊 ？PVP 的概念吗？哎，这只新角色的招式我都不会看啊。到底谁是敌人啊？我没看见啊！我看到红色，红色，红色就是了。那血挺多的，哈哈，哈哈哈哈！回血，砍！哇哇哇哇哇！翻，翻，打死他！撑得住 ，Spartos do Zolim， 星爆气流乱念斩，我要怎么办呢、啊？我血超多的、欸，剩下两只，砍，砍，砍。我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砍这个悬赏打赢，不知道会拿到什么东西啊！好好奇啊！完了，我觉得我有点撑不住了，我的血量剩2000多。砍，有了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！最后一集，没有最后一集，席内。Yeah， 赢了，结束。S， 哦，全部都升级了，这样子。打一次升一级，玩一下不同的角色好了。哦，这只感觉很猛哎、欸，80种巨型怪物等着你挑战，刺激刺激。哦，哇！这虾米蛙哥，感觉不是很好打哦。哎，怎么感觉招式一模一样啊？三条血，哎，不过消血消的蛮快的，因为他体型比较大只，比较好打。冲啊！冲啊！哎，我闪，劈，哦，倒地。威死他！砍！砍砍砍砍砍！席内！我去啊！劈！剩下一条，剩下一条，这该不会四条血吧？不过到现在感觉打起来还好，不至于说有难度打不赢。到底是哪一招打他那么痛啊？哪一招啊？我晕了，哎、欸，他倒了，我们也都晕了，好笑。
开。啊，我不能动啦！我在躲什么啊？攻击他喂！砍下去，赢了！哇，这个画面，哈哈哈！哎，这个画面实在母汤哎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啊，这不是打过了吗？大哥，跟前面的龙岩守护者啊，不是长一样吗？完了，果不其然，让我稍微有一点觉得这是一款超级免洗 game。啊，只是多哥多了两只脚脚啊，多这个强化版本的这样子。算了，既然都来了，打吧，打吧。哦，然后他的背部呢，稍微多了一些造型哦，这样就可以充当一只 boss， 一只 boss 那个魔物 boss。撑住啊！赢了，大胜利！那啊，死去！嘟嘟嘟嘟！哎，又是悬赏，这该不会中间还穿插一些悬赏任务这样子？啊，二星任务的关底 BOSS 到底长什么样呢？算了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总而言之呢，这款游戏应该会继续推展啦。如果一直都是这样子换模组一点点造型啊，我可能那些 BOSS 就直接略过了吧。啊，我是这么觉得啦，没什么看点啦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熊坏，下方留言或去 No No Life 个追随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世界二魔物狩猎再见面了，拜拜。